西装，耶！我们西装设计今年特别做这个长毛象的地景装置的这个计划，我们总共花费了90个工作天，1000个人次，其中包括有83岁以上的长者有数位，60多个志工，以及80几个社区居民，以及日以继夜亲力亲为，大家通力合作，从绘图、骨干的电焊，还有竹编、草绳编织，慢慢去完成它，在大家辛苦之下，总共花了90天，就能顺利完成。